你不然晚上唱歌是不是白痴哦？不可能啊！早安。刚刚跑完图啦，所以啊，跑完图，所以啊啊，来赶一些不知道干嘛啊，晚上可能想睡觉的。早安，但你们那些打字的，这种害我以为是我开到会员打字。嗨，你是第一个。被会员打字的哦，感谢安安。等一下我回个火，安安现在都几点了？对啊，还不睡？怎么还不睡？啊，谢谢，怎么还不睡？是恐怖游戏，不是。这个是。你还在挑明天去漫展的穿场 ？CWTT 吗？哎、欸，明天礼拜几？明天礼拜五哎、欸。应该说今天礼拜五哎、欸。拜元安。好啦，这款游戏是拼图啊，可能就会说啊，东西就在那边啊，怎么还没开始玩？这个是玻璃拼图，彩绘玻璃的拼图，还蛮好看的。哦，香港的吗？那这款游戏其实有很多 DLC 啦，我想说先玩。之前暑期特卖的时候，本来有在想说要不要买 DLC。就想说先，先玩嘛，等真的要的话再买 DLC。对哦，好，十五杯晚安，是没买到的游戏。那这款游戏就是你看，它前面有这个没有？有环的，所以它会跟你讲说东西在哪里。其实。还蛮佛的啦，佛归佛，但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啊，好笑的地方是，你不用对太准，就像你可能东西摆一摆，然后它会有像磁铁一样帮你吸上去。好了，那现在开始就是东找找西找找啊，像这样子有没有？就先把边边角角给找到。因为之前有在那个场次，有那时候那个是谁 ？Tina， 一个另外一个干爹，还有这款游戏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民宿里面玩，然后这时候就会说有教主左边左边那边那边，哎、欸、啊你们讲，我继续玩我的啊，哪里啊？这款游戏就很适合聊天呐、啊。子瑶玩过，有啊，他玩过，他都不唱歌给我听，哎，我生都过多久了？哎、欸，如果跟他讲说，其实我生日是几月几号，他 会唱给我听啊？其实我生日是几月几号哦？嗯。这款游戏也2016年出的了，很久了。我其实不觉得说我会买，把它买下来。那时候夏季特卖的时候，然后看到哦，好啦，最近也蛮长一个人玩游戏的，那时候就买了。嗯，怎么啦？我这样，这是啥、啊？
我没生日歌还被人叫来唱歌啊，我还没听到欸，这最气的，我还没听到欸，利恩不该唱了。哦，然后那个谁，我猜猜啊，应该在这里，没有。那个，哎，干，这就是一对的啊！啊，怎么不能先听？那谁？哎、欸，大宇西亚，西亚现在进度还有在玩吗？还是没有了？因为我是要讲那个尤里啦，他很谢谢你们那边送爱心啊，他也说，黛玉有送我爱心欸，我说对啊，他其实也有送我，如果是小号，欸，小号的话，你就看你要不要回啦，因为那我有说那是他的心意，啊，你有要回的话就回，那其实我之前每次。我有跟他讲说，之前我们都在玩一个游戏，就是故意不收爱心，然后送爱心的。然后本来想说啊，要玩什么嘞？后来想想啊，玩这个好了，因为这个的歌嘛，还蛮催眠的。想说，好啦，你们就听着这歌睡觉好了。你看有没有？就突然吸上去了，我什么都没用欸。有没有？这游戏好玩就好了，在这儿。有时候靠塞，找个大概的位置。你看，这是应该就是腿或是手吧？腿的话啊，感觉在这啊。下一张。尤花安安，欸，说到雨林怎么了？这里啊，尤花是要睡了吗？哦，我是天才，我是天才吧？还没，你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不睡？鬼门开欸！那时候跑完图的时候，然后尤里还问我说：“啊，你要睡了吗？”我说：“还没吧，开个台吧。”我说：“这时间鬼门开就是要早点睡欸，快被抓走欸。”我说：“还可以啦。”走喽。那首先就是把有圈圈的丢上去，就是这。一定在这里。
我不信。哦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，白姓真是白痴哦。子怎么可能不是这里？啊？啊，怎么是这个？哦，啊，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，看这看到要睡着的，对，这就是我的企图，好吗？那个不睡觉的该睡咯，这就是我开台的企图，我的目的，好吗？我就是要用这个无聊的游戏让你们想睡觉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哎、欸，这游戏好催眠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才会开台啊！我要开给那些睡不着的人听。还是我应该开猴子射气球啊？这样你们就更想睡了，听那个打气球的声音。嗯，我摸来摸去都这几块啊，哎呀，是船吧？帆船吗？还是帆船呢、欸？这是帆。你刚睡醒，那可以再回去睡啊，对不对？刚睡醒什么意思？你还可以继续睡。嗯，感觉在这里耶，好闷哦。这是什么？黄色，白痴，外面有得拼没有啊？不是拼外面的吧？哦，几点的豪车 ？Hello， 诺英。几点哦？三点半。美味蟹堡时间过了，但是还没睡。啊，我开台就是要叫人家去睡觉的，我牺牲我的睡眠。这里。哎、欸，我是最近才知道你们有三起一生哎、欸，完了，太久没有看了。最近都在玩游戏。我是感觉在这里呢。可以啊，单弄一下电脑。越看越有精神是正常的吗？哎、欸，那不正常哦，请关掉我的直播。如果会越看越嗨的人，请关掉直播，谢谢。那个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。
女朋友说明要 cos 阿尼亚，嗯，我觉得女朋友可爱吗？女朋友是可爱的阿尼亚吗？好喂，找到了啊！这是什么？他1.58米的帅哥哦，那种的哦，有啊，其实就是身材练很重去 cos 萝莉的那种，不是也都很红，不是也很流行在那样穿。我本来刚刚想点开恐怖片来看，就后来想想，哎，不对不对，好像都忘记七月了，我就说好了，我去开个台，我来开个台。去做九连宝的呢，嗯，晚安。那时候有说就是，本来以为今天可以好好休息，因为小朋友都打了疫苗，想说，应该会乖一点吧，是打疫苗发烧然后休息之类的。结果没有欸，他们打完疫苗之后。跟打兴奋剂一样，都不用睡。哎，跟他讲说九九很累，要睡觉。结果在吵。买个电脑、笔电跟游戏通用，是不打算睡了吗？谁不打算睡？黑月吗？我会睡啦，只是不是现在，不然都没有做到事。好扯。惨了，有点惨欸，东西都往这边丢，一定会中吧？哈我想好奇是小雨好像没玩过这个。打完疫苗跟嗑什么药一样，对啊对啊，真的不用睡啊，唉，算了啦，哎、欸，找到了，就是这么突然。
那个符号啊，看一下哦、喔，一个，四，啊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哎、欸，灯。我找到这一块欸，嗯，哎，已经在这儿啊。完蛋，好烂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灯是这个吗？不是，好灯这个不是，哦，不是这里啊！哎、欸，好烂哦、喔、我。你没有看到吗？你没有看到吧？哇，拼图要拼出火气来咯。好，我等下换游戏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反正私下想说就不开台，随便点开星盘的人画。然后那时候画一画，就觉得哦，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好，因为，欸，人家没有穿很好看的衣服，可能就离线了。然后这时候把人家画起来，哎，我可以那么舒服。我觉得左侧外围第二片，左侧外围第二片，应该是十点钟方向，十点钟啊、哦！哇，你是神吧？你是神吧？哇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哇，你一讲完，我有如神助哎！天哪，开外挂哦！我看到这上面有个灯啊，电灯这里，哎、欸，就可惜就是不能一起拼图啊，呀。那是不是在这儿？哦。哦，原来有人头哦！五官是是，啊，原来是他哦！天哪、啊！
真的是啊，各种猜不到，各种没想到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它有一根突出来，那个很犯规，看不出来啊！哇，这关好久、哦。几分钟？九分钟，九一九。我很想买来试试看，我看一下这么特价哦。早安，早安。没有耶，现在没特价，102，还可以啦。眼睛不好不能玩，不，脾气不好不能玩而已。游戏，这个。哎、欸，有兴趣可以 Steam 买来玩。我是之前就想买了，只是就一直想说拼图我还好，我就要找想说有陪观众还是怎样的，也可以玩玩拼图。就只是可能会嘴巴张开，然后啊那边啊半天。啊，我今天没开 B， 我没开 B 皮，主要也是因为这样的、啊，怕嘴巴开太久啊。我今天还没吃东西耶，我今天对，哎，12点睡到晚上6点半，啊，没办法吃啊。你也挂台躺平的，晚安晚安，陈晚安。啊，爬起来是小猪哦。说晚安还爬起来的是小猪哦。哦，陈烨，听到了哦。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哇，小猪出现了。咩，我就这一块。咩，乱了。
哎呦喂啊！孤独的一群，安安，哪里呀？哪里呀？刚差点还想说啊，这把很有把握，哇！才刚讲完，还刚想讲完呢，哪里呀？绿绿的，黄黄的，这附近吗？附近。刚刚真的以为可以很顺呢，这里吗？赢的，还是大蓝？闷了，闷了，闷了。哇，这个开台会很无聊哎、欸。天啊，竟然没有想睡觉。阿口安安。哦，大哥在哪？尖尖的。好难哦，好难，好难，没有触须。哎、欸，没看过这个，这里吗？是。刚刚那个弯弯的在南瓜旁边，哪个弯弯的？弯弯这个、哦、南瓜旁边这个吗？这个弯弯的吗？阿福安安。这个吗？右边最下面那个，这个，这个，哎、欸，请问是哪个南瓜旁边？哪个？这个？
右边三点对外圈，这个弯弯的嘿。然后嘞，哪个南瓜旁边？哦，白痴哦，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完了，应该要你们拼灯，有没有？点这边，点这边，点这边的。来，快点，那就尽量不要动外围了。来，你们找，一起找。我跟你讲哦，那时候就是我们在玩这个的时候，看看别人玩都自己看得出来。啊，我们那时候就有轮流比说，好啊，轮到你，轮到你，换你玩。啊，换人家玩的时候就找不到了，就都看不到了，就跟瞎的一样，看不到在哪边。有人回收，哎，不可以回收讯息，你回收什么？我看看，我看看你回收什么。右边圈内三点钟方向哦，不要回收啦，拜托啦。那时候就是在看干爹们他们在玩，那想说右边右边那边没看到吗？右边右边，对对对，那颗那颗那颗，他放在右下角的吧？然后放上去，哎呦喂，等到自己坐下去再玩的时候，哈，哪里？怎么？圈内左三右边，圈内左边第三个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在右边，是这个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圈内左边第三个是哪一个？从下往上第三个，还是从上往下第三个？结果拿出来不是，对，他会乱转，所以没办法，自己要歪头自己看。圈外左下拼到右下角，圈外哦，你怎么看的？它还漏一点点出来哎，哇，猛了猛了，这一定是玩过的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厉害了厉害了，到了，很猛哦，哥你很猛哦。找到那个南瓜头哎、欸，南瓜头在哪？不是帽子。这两个是一对的啊，那个？啊，我动到了。冲回来，好，这样，这里不是很像啊。要拿出来才知道，是啊。不是我好奇这个到底是在哪里啊？天哪！每次拿到它，想说就在附近是不是？
但放就不是啊。感觉中间还有两个南瓜，这边一个啊，然后这边一个大南瓜吧。哎，前面冰的还蛮顺的哎。哦，讲话要被同化了。他们在那边，哎，有觉得配色就很像在这一块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不够放啊，啊，就这样莫名其妙塞上去了。好像看朋友玩过，这游戏很久了。到底在哪里？臭南瓜！想看圈内那大片的，圈内大片的什么？圈内大片的这个哪一个啊？他怎么转呢？我不能转的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啊。你是哪一个大片的？怕误导到哦？你说怕我说哦，骗子这样吗？没事啊。左上，上往下，左二上往下。这个，然后嘞，你说这个啊、喔？放哪要讲啊？现在右边天上，左边是并在一起的。现在右边天上跟左下的并在一起，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？哦，这个、喔，我屁啦！你看这一小块都知道在哪边。视力很好哎、欸，那里是鬼吧？那两个刺刺长得一样，圈内两个刺刺，这个，然后嘞放哪？完了，不动脑了，靠观众了。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早安早安。右边内侧倒数第二片，九点钟方向。九点。哦哦，看，完全不像啊！天哪，你到底怎么看的啊？就在这喽。哦。我的天，你是怎么看的？教一下，你眼力好好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怎么放的？它是放上面的，然后哎、欸，不要太扯哦，多厉害啊！你该不会自己拿拼图出来玩吧？
右边圈内，最底下在右边上，右边圈的这里在右边上。哇靠！你们怎么抢？我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！他好玩，他白目就是白目，在他有的时候那个轮廓没有到很像，会误导。我觉得你们这样看好猛哦！刚刚那片是中间偏右的洞，哪一片？中间偏右，这里吗？我刚刚拿哪一片啊？这个中间偏右，这里。好强哦！感谢欧弟。左圈内，左圈内啊，最大怪在南瓜的右边。哇靠！你们好强哦！天哪、啊，给观众，我应该开什么早餐台之类的，然后给你们玩，对吧？应该有个。有个跟观众互动的东西，就是玩那个啊，玩那个拼图，然后就打 A 级放在 B 级的位置，还是什么？左边最下面在上面，左边最下面在上面，这里哦，这是我房哦，这里，哦哦哦。完全放弃思考了。你还是个实况主吗，繁星？刚刚那个南瓜的脸不是放在上方方块，放哪边？不行，我现在头炸了。这游戏已经玩一个快一个小时，啊，今天的脑容量用够了。有这个吗？这边有个大南瓜，好，找南瓜。原来这个在这哦！天哪、啊，多久？21分钟！天哪、啊，这什么烂游戏？可以玩这么久？就叫没办法退款游戏。天哪、啊，你们好强哦！这些会玩的好强哦！难度4颗星，要挑战吗？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啊！跟你们一起玩，来来，这个简单的我来啊。对，最棒的是他还有 DLC 可以玩，所以你当这个全部玩完之后，后面还有 DLC 可以玩。来来，各位各位，开始。好，看来是一个小房子。嗯，叶子。外圈右边倒数，外圈右边下数第二个，
在右下角啊？哪个右下角？哦，这里哦。哦。哦，对，感谢 OD 的会员，赠送的会员。刚有讲吗？左边第二个，右边那个缺角，外还内，左边第二个那个缺角，然后嘞，右边的缺角哪一个？还是这个？哪一个？左外一，左外一这哦，九点钟方向，九点，还是这个？好，倒数第二个，你是哪个？左下第二，右下，啊，这个吧，这个吗？应该错了吧，对不对？在右下，你说几点钟方向了？我去找，好像不是吼。没事没事，这是房子。哦，啊啊啊！是啥？这又是啥？我觉得这俄芒俄斯，还有啥？俄芒俄斯啊！哇！红滋滋。太休闲吗？现在想睡啊！现在倒数第三个，哪个？这个第三个，好，要放哪边？嗯，你这个倒数第三个要放哪边？有按钮可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按钮可以按。要放哪？可是哄睡台，是啊，要已经睡觉。晚安，晚安。我是鬼吧？啊，安到两点钟方向圈内倒数第三个，两点钟方向。然后嘞，左边圈内倒数第三个，左边圈内倒数这个，我刚动到了，现在是第几个？现在七月一号都要滚门开啊！现在好，现在几点钟方向？尤里斯叫我赶快休息啊！我说鬼门开，哎，鬼门开还熬夜会很危险。左一下是不是在两点？左内下一是不是在两点钟？感谢艾黎的会员，两点钟方向，干嘛？是不是歪了？不是哦。左一下，圈内两点钟方向没有。这个小房子儿，
拼图不行，只能用看的，那就看啊。我也没要玩太久啦，这个真的没东西玩才会开来玩啊。一直开头会痛哎、欸，我会炸掉哎、欸。好啦，我们调一下位置哦、喔。为什么它有些可以转？好好，现在开始。等等，我转边了。你是说哪一个？因为有些会藏起来，所以你要刷新一下。感谢夜猫不熬夜的会员，感谢感谢。哦，跑掉了，抱歉。因为想说还有很多它藏起来，我想要刷刷一下。有了，第几个？哦，已经解完了，是不是？到底在哪？一直出来。两点，哎、欸、靠！两点圈内啊，两点圈内左边，什么戏？讲人话啦！左边啊，左边是哪个圈内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哪一个？有六个。随便放有得放吗？有，它其实你只要放偏离一点点位置有到，就会自己吸上去了。这游戏就靠晒啊，靠晒拼图啊。两点圈内放左边，什么两点圈内啦？这个放左边，左哪边？哪边？这样子，再上一个，这个，好，我弟晚安。又靠赛道了，内中三，内右一二三，内右三，这个两点钟方向，这个吗？两点钟方向放什么？我这个、喔、不是啊，康叔晚安。外左啊，外左，外左上两点钟吗？什么东西？第几个？从上面开始数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来，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，下面还有个六，来，第几个？外左上第二个，嗯，两点钟方向这个，哦哦，对不起，右边内一，左上内一。右边内衣，左上，我你妈！我看颜色就不像啊。没有，我骂你啊！只觉得外左一啊、右上几点钟？哦，就他打内衣呀、啊。啊，我没讲错啊！右内右一，嘿，内一嘿，中下啊，内右一嘿。几点钟方向？中下啊？你是哪里啊？内左四，左中，内左四，左中，左。中哦，
右外二，左上右外二，左上，我你个头啦！右外二，哪里？好，爸爸在右边，右边这个哦。外左一两点的洞靠哦，厉害哦！又是他，内左最下两点的洞，欸，鬼哦，鬼哦，看那么快的，哪里呀？贴对感觉就对了，对啊，就是有贴到就好了，这是游戏神奇的地方。你怎么看得好强哦？我觉得他很强啊，有个更屌的哎，他只看到边边角角的这样一点点的右下有没有看到一点点的？他看到这个可以跟我讲了，鬼吧？这游戏你做的哦？外左一，左上，左一，左上。你是我歪头啊？是不是有偷歪头啊？哎呦，你们好像很适合买来玩哦，该买了吧？斗牛？那哦，免费最好玩多人同乐，哇，压力大哎、欸！来来，难度最难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各位交给你们了。好了，我只能帮你们到这边了。我怎么还没睡？睡不着啊，睡不着啊！啊，你怎么还没睡？对不对？也是睡不着啊。眼托还没找到一个，没事。哇！你还在工作哦？哎，你画的图蛮好看的啊。外左二，东右，真的是这个哦、喔，还、欸、真的是哦、喔，我刚刚想说不确定不敢放，弄动画图的委托还没开放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有去找那个海底仙人委托贴图啊？那时候刚好无聊乱看，想说啊，干这个好眼熟、喔，是不是你呀、啊？撸上去靠塞就对了，内右二中下，内右二中间下面，哦哦哦哦，啊，
是是是是是。十点钟螺旋那片感觉比较好笑。十点钟螺旋哪一个？螺旋这片？哦哦哦，那我们先找到这一片吧。我们来拉哦，这一片哦，是是是是是，它藏起来了。还是我们先找外围的、啊，像这一种。越来越难玩。你是猪吧？还不睡，小猪？对、欸，那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在这里。嗯，是手吧？那头在这，嗯，摆摊都不对，魔毯这里不是、欸？我要换花，我要移位置喽。一位置，一位置，好，继续。你才不是小猪，小猪都会这样说哎、欸。太难了吧！太难了吧！动到动到动到啊！这个不一定没有，没有料。时间管理大师什么？意外，意外，意外！美丽的误会。我在移动画面了，我感觉没有料。感觉很贴、欸，这里吧，你怎么又出现了？你在哪里啦？哪个是你啦？等一下哦、喔，是什么？橘子汽水。内左一，中左内左一，中间左边，这里。内左一，中左。这附近对不对？我没对准而已吗？哦，左一哦，对不起。哦，屌欸，屌欸，屌欸，厉害厉害。以后多开这种图给你们玩好了，买游戏给你们玩。内左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嗯，中间最右边，中间右边，哦，对不起，感觉可以接头了，要先找到头。等一下不是这个哎、欸，中间，哦嘞，头在这，哦。那头到底在哪边？哎、欸，你们猜在哪边？我先拼头好了。等一下哦，不在这啊。就在最上面，头在哪啦？
你这个傻瓜！我才投在十点钟附近，十点，你还这么歪哦？点，我就在最上面，不知道。你看，以逻辑来说，他如果坐飞毯在卖东西的话，头应该在这个位置啊，太合理啊！欸、你看放上去，他偏移了一点点。应该是卖东西没错啊。好，再歪一下啊。哦，气死！外左四，左中一二三四，左边中间，左边中间，好、哦、这个。哦，这个该不会是马车吧？然后外左一，外左一，六七点钟方向，六七点钟方向这里吗？外左一嘛，六七点，不是哦。那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外右三，外右三。头的左上，哦，厉害厉害！你哪有谁谁谁谁谁外左三？你呢？哪一个？外左四，然后嘞？外左一啊，外左一，六七点方向啊。嗯？你在回我哪一句啊？内右四，内右四，二三四，四叉车。你怎么知道这是手？你怎么知道这是手？外左四没拿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外左四，然后嘞，哦，我是瞎子，我也是瞎子，没事。这游戏最适合你们这种瞎子玩了，最适合我们这种瞎子玩。看不到，内左六，一二三四五，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左上，左上，哇，瞎了瞎了，你们兔窝现在赶快买来玩啊，你们一群人在捐的笼里面玩好了。有没有不错吧？内左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左中，左边，中间，内左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嗯，左中，左中，内左四接水壶呢？水壶又是什么？哦，你怎么知道是水壶？哪里？放哪？内左四接水壶呢？这里哦，太扯了吧！你怎么知道？你坐着哦？看尖尖的，它没有尖尖的啊！它这边有一个长方形凸出来的。内左四。一二三四，然后嘞，两点的草拼接，哈，一二三四，两点的草拼接，什么意思？
等一下，我现在内左是哦，这里吧，内左五，一二三四，这个牛啊，然后嘞，在最左边，啊，一二三四，嘿，最左边。不是吧？刚刚的内五左中，好，我们先重新整理一下啊。现在重来开始，你刚刚用掉了一个哦，现在内左是，哦，哦哦哦哦哦，哈，我抱歉哦。哎、欸，很像啊！啊啊啊！外右。最下放头上，外右最下这个、喔，还是这个啊？看看动到动到动到，放头上，我错了，没事，没事，应该这个吧？也不是，这一定在这边吧？我们要我们锁一下位置哦、喔。你一定在这，不要想骗我。左外，哎、欸，我先看一下，内右一，内右一，十一点钟方向，十一点哦，好换左二，这个这是一哦，这是二哦，左二接右边的草，你个骗子，哦有这个有，对不起。请注意看有没有小点点跑出来吧。下面你看这个，这边有个一点啊，这边是一哦。啊，它很难控，体谅我一下。啊，我们先找这个好不好？先找右下这一个点。哎呦呀，这个不可能。内右五，内右一，一一二三四，哎、欸，头左边，内右四了吗？头左边，哦哦哦，赞赞赞赞赞，内右四，这个，哦，内左三。内左三，往右边上面一点点，右边上面一点，吼吼吼，外右三，好累哦、喔，你们是左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，等一下，我刚回讯息，内。我现在到哪边了？内左三外面哦，内、哦、外右三，外右三，十点钟方向，十点，哦，看来不是这个了，还是这个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是这个，骆驼，那你好多左哎、欸、呦、哦，真的哎、欸，好，我们现在来来来，现在开始好不好？重来重来重来，下面这个这个好。这放哪？哦，我们先听待遇的外左一接下面，外左一接下面，下面哪里？待遇，我这么信你外左一吧？待遇下面哪里？这里，待遇，这里吗？哎哎哎！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我好厉害！外右三一二三。
插左边。好，哪一个嘞？哇，右三骆驼，哇，厉害厉害！白宇，你是不是想打对不起，结果接上去了？你好扯，你也好扯。你说下面，我就找下面了啊。我想说，哇，看错了，这里。你一定在这附近吧？怎么可能？这里。啊，又是这个，都不知道什么鬼的。来靠在外这最下面八点钟方向，八点这个、喔、不行啊！我刚才也想靠这个赛啊。好，哎、欸，转弯喽，转弯喽，各位转一下、喔，转一下、喔，有些还没有放的，这可以了吧？哎、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会再有，哎、欸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等一下我先放一放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好像都好了哎、欸。外左三两点钟方向，这个还是这个？好像好了哎、欸。啊！结果你还是在哪里？我这里。哎、欸，好扯！谁会？这是什么？这里。我觉得你们可以一个人买，然后拖我一起玩了、欸。如何？有料吧？来靠大家的努力，我们可以几分钟内完成嘞！这在哪？哇！感谢大家的努力，我们一定进了15分钟。啊！不行，这太难了，这太难了，这真的好难哦！啊，好难，真的难，真的难。来来来，换德国。有啊，他那种最边边角角的都是难度比较高的。来喽来喽，德国。要瞎了，好了，我玩到五点好了。不愧是五星哦，不愧是你们，有没有你们在，我应该玩个30分钟了，可能不止哦。哦，对，这个好像还有外面这一圈哦，果然。对对对，这一关我好像玩过。我们那时候就是玩一个游戏，是拿起来就不能放下来的，然后就是要拼到你拼到为止，拼到对为止。我那时候是玩这么硬的，就是，好，你今天拿起来了，你就要找到这一块为止。我偷换，那时候真的玩得蛮开心的。啊，那时候我就已经先看好说我们下一个要拿哪一个，那就盯很久。
然后有一个就是可能被小鱼拿走，说：“哎，那个我刚看好了。”然后小鱼就：“嘿嘿嘿嘿嘿。”哇，不愧是三星，这不愧是三星，哇，两星的，两星的，两星的。什么鬼？这就跟是跑城岛一样啊，交给我了，走城岛。这是陷阱，这个是陷阱。啊？怎么二星感觉比较难一点啊？哦。可以转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用滚轮就好了哦。哎，滚不完了啊！哦，要扣号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，几二星而已，扣屁呀，扣屁股啦！抠屁股，我怎么讲得出来啊？天啊！抠屁股啦！恶心骗子哦！三分钟吧，我两分钟，好好好。抠谁？啊，拼图都很大块啊！好了，来了来了，这个应该已经四星了吧？这个来哦，好，四星来了来了来了，各位一起玩吧。抠谁？想抠谁？好，各位开始，需要你们的左A。我改个标题好了，不用了啦，反正快结束了。我想说，麒麟王，来吧，麒麟王。左外衣上面，左外衣上面，你骗我吧？这个哎，这是左外衣哎，还是你这个才是一？哎呦，厉害哦！
又是一个侥幸的棋。如果刚刚左歪中了就神了，我也觉得蛮神的啦。该在这吧？啊，我愿称作你为最强。对，我就不叫你们兔崽子了。他说：“请问为什么繁星语的观众们要叫左维呢？啊，他们就很爱教啊。哦，不是啊，啊，他就很爱教啊，不给他们玩啊。这游戏一定没有想到说有七十几人在玩这款游戏，更没想到说可能会有几千几万个人在看大台。”赛个左内衣，左内衣，左边白色凸起，好，看来不是了，应该不是吧？看来不是了，左内五，一二三，左内五，哎，怎么赤左啊？我、哦、这个、啊。哦，厉害了黑月，好啦，买来玩了啦，因为明天就直接开始玩 DLC 了。那、啊、DLC 也不贵啊，我看一下多少钱。哎、欸，我放去了，我只是要看 Steam 哎、欸，这样不好哦。左内三右边，左内三右边，看一下哦。他、啊、其他 DLC 有免费的，有45块的，有22块的，三个免费，一个45，一个22，所以这游戏才100多块啊，所以可以买啊。刚刚那拿的左内是1234，在7点钟方向，1点是哪一个7啊？啊，这个是吗？这里，哦哦，你是不是这个游戏的精英啊？这游戏有在打段位的啊？我之前本来有载一个，就是拼图。就是可以那个拼图什么 together 之类的，可那时候怪人说那款很多还要什么付费什么之类的，我想说好吧，那就算了。怪右五，一二，一二三四，带脚吗？哦，不是哎、欸，这里。这里，这里，哇！我宛如神功护体耶！哇哇哇哇哇！繁星开外挂了，开外挂了！哇哇！我天生神力耶！好了，没了。我刚吓到欸，有什么上什么，内右一八点钟，内右一八点八八八八，欸你好扯哦，你可以看边边就知道是什么牌欸，那请问可以报个乐透给我吗？真的蛮需要的，
我就可以出去住了。内国内二。五点钟，你都看最边边的是不是啊？五点钟，内二五点钟，内二，内二五点三四，哪儿啊？哟，这游戏要钱吗？要啊，102。外右四，房子右上，外右四，房子右上，这游戏要钱。房子右上，外右四，一二三四。房子右上，你怎么知道是房子右上？哪一个？应该不是吧？有个缺口。我说这里哦。哎，你太……你怎么知道是缺口？哦，这个缺口哦。哦，你好扯！我仿佛要学幽里了。每次打到那个紫色，我就能扁他。哦，对啊，最近没有跟幽里继续玩那个小蒂娜，主要是因为找不到时间。但其实我可以私下玩。但私下玩有很多画面又带不到，就很可惜。不然就是我想说，我开台，他陪我玩，然后他那边就休息。主要是不想要让他开台太多次。他最近好累。右内衣房子左右边的右边，右内衣房子右边的右边。哎，干，你不要太扯哦，这个吧。完蛋了，现在在哪里？啊，中了是不是？应该中了吧？内右下左三，结束了吧？没了。哦，我等一下我手麻了，我等一下我右手好麻啊，左欸，我的右手麻了，左欸。我现在手好麻，哦。内右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偏。中偏中，什么意思？右中偏中，这个吧。外左二右下，外左二右下。哦，你看很久了哦。我刚手麻之前是在找他，哪一个啊？这里。外右二，右外二，左边。内右一最下，内右一最下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谢谢，谢谢左维们。不是，我现在不好控，我现在手好麻。谢谢左维们，谢谢，我每定有15分钟内了，很棒的左维。
15分钟内。啊，厉害厉害厉害。两星欸，三星，三星，哎，四星，最后了，哎，五点了，哎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，大家不知道玩什么，五点了，没事没事，陷阱，这是陷阱。哎，不是陷阱，我误会他了。你找一下哦，边边角角找出来。这指针好歪，什么指针？哦，看到。啊，不是这吗？我看这很像啊。哦，不是，对，确实不是啊。海德威的变奏曲，哦啊，版权呢？好了，差不多要靠你们了，来吧，我们开始来作弊吧。来吧，重生吧，佐维。这游戏有在 NS 上哦，真的哦。啊，找到了啊！我眼前一片黑，我什么意思？没画面吗？有吧？有啊。左维累了，对不对？没事的，左维。阿光好像还行。左外三，右下洞，好。左外三，右下，你们在一起好不好？你们在一起啦。左内衣三点的洞，左内衣三点的洞，哦，
哎呀，靠塞靠塞，对呀，是呀是呀，意思意思意思。左内衣三点的哦，还是刚刚的？左维。阿光这一场是不是表现的不错？哇！我可以跟打死量打架了！打架，我右外二，右外下，上动，往上动，上动。嗯，挪动。哇，我这场好像很强哎！天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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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哪！哇，七分钟！哇哇哇！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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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！喂，你还是回埃及吧？没有啦。哇，还要吗？你们还要玩吗？完了，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呢？可是我不知道玩什么哎。最近变得很就很不爱开台，倦怠期到。嗯，跟最后一场不是啊，主要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玩什么。如果知道我要玩什么的话，我就会换游戏啦。因为，开这个的目的是要让你们去睡觉，啊，要睡觉啊，睡饱饱，对吧？几星啊？刚刚是几星？三星。我觉得方块都好大块哦。27怪感觉恶心，嗯，摔成粉，然后慢慢吹吗？不是哎，这块。喂，早安，太土之喵。早安啊，我还不，你看三星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样就三星啊！我想到一个游戏还没开。好了，那先开到这边。等一下哦，设定关，退出游戏。好的，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当我的座位。那置顶先关掉。取消置顶。
有个游戏还没玩，等一下哦，玩游戏玩好久了，要哦，哦，现在画面有点。完蛋了！我现在有点眼睛有点就是疲劳那种，睡不到了。哎，这款是点击类游戏啊，放置点击类游戏，很无聊。但是我已经玩了两个多月了，还一个多月。等一下哦，哇，今天好简单哦，啊，今天还好，就是这个游戏，反正就是提升能力，打到更后面的关卡的游戏。啊，现在他每天都有个任务要打，所以突然想到就开来玩。我感觉那手指会累死，没有，现在这个是自动战斗，你看现在关掉的话就不会自动战斗了。那它是累积到能量满之后会自动帮我战斗，所以这还好。休息一下，我刚手真的是麻，然后我再逼着它移动。那等一下你们想看什么啊？还是单机游戏吗？一直跑的游戏，它就是打怪啊，它就是打。那他最近任务蛮机车，就是说不准，哎、欸，只准杀狗啊，只准杀武士啊，只准杀毛兵什么之类的，只能杀那个你打到其他就要重打。还好今天是只要杀就好了。来休息休息。啊，最近光遇是真的，因为隔壁好像也都在等我跑，然后但是他们有时候11点出现12点出现，然后结果今天跑图也是半夜1点才开始跑，就最近半夜跟他们跑图都是1点到3点两个小时啦。啊，也只是跑固定那一小时嘛，就是海胆，然后雨林、馒头跟剩那个海龟，再加上任务跟大拉，就这样而已。啊，再加上最近那个谁，番茄拉了安妮来玩，然后西亚又要玩，蜡烛喷好多哦。哦，昨天应该说，哎，对。应该说昨天晚上，10点11点的时候是刚好安妮来玩，那那时候就上线在陪她解一些任务。我就说，那个双麻花先带她解，可爱的可爱的，那就直接送她爱心，然后去买双麻花。没有歌哎，播一下歌好了。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，我不敢出声，看着他亲吻你。好，这个。武士魂没有。
蜡烛喷一波，对啊，我现在蜡烛其实是负成长。不对，我今天还没有送他们爱心。而且谢谢大鱼啦、迪恩，然后小刺猬他们，还有在送我爱心。我其实很担心你们蜡不够。我都想直接去换二级斗篷了。嗯，该救我。你今天已经送过了，哇！玲玲没有接收爱心，哎、欸，安妮还在线上哎、欸，天啊！虽然没有九连宝的人，但撑到十仓场哎、欸，本场啊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有一个，嗯，爱心够换吗？一定够啊！降欧弟，降我不是有说还在等那个啊，透明的翅膀吗？但是欧弟也是说那个是不会出啦。他说：“那个感觉不会出，不是就还是抱有一点点期待，有没有？如果真的出了，就可以变带着矮面当武艺耶，很棒耶。那只是怕那些养武艺的会崩溃之类的。啊，反正那就只是测试服的福利吧，福利翅膀。”有最好要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圣岛祭，或是那个方舟那边都要提。蛮想问他们要不要开台跑光遇，后来想想真的开台不太好跑，而且时间要很长。早啊，热到睡不着。南苑几度啊？我来撑到早餐吃完就睡了吧。其实今天也睡不久，但就是有点不想睡。室内估推30出吧。我现在也是30度啊。你要撑到6:30，还行吧。等一下随便游戏玩一玩就有了。行吧。后面这个好难拿哦，要挨耶、欸哦，五四回吗？对哦，那我刚刚是重生的啦，所以东西要重购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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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安，早安。
快结束了。啊然后大家继续玩拼图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好了，玩游戏。有什么可以玩呢？我看看哦。哎，每日零一零好了。来，再来是鹅鸭杀的每日。我在想，为什么鹅鸭杀它是跟 LOL 一样啊？是每天的23小时的30分钟开始倒数计时。LOL 是那个22小时啊，它都不是整点，然后倒数计时，麻烦。之前还有一直在跟台，忙到后面没有跟台了。没事没事，没事啦。真的不知道玩什么，还有什么啊？这款游戏上次玩完之后，它有中间有更新过。它更新过就是，有 AI 了。也终于有变聪明，然后看音乐好像玩得也够久。引路。给点尸体啊！就是他现在可以，哎，怎么这样这样啊？让他停在这边，哎呦！它可以原地停止了，所以可以不用一直动了。动。平安安。
就开台玩这个很无聊啦。拍只手，哎、欸，拍个头。复活要500多。好，我回来啦，家里撑住啊。好啦，你就静止吧。放电释放，放电释放。怎么办？玩玩好无聊、哦，还是关台好了。
哇，打得赢耶。怎么死啦？
看要不要控制啊，烦欸。哇，好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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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死了。上吧，大家伙。早安，早安。哦，这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不行，他要被打欸，天哪！是啊，嗯，算了，那就我当事咯，打不赢欸，还有什么可以动？螳螂，走走，然后身体，然后脚咧，有吗？没有螳螂脚，惨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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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屁啦，是打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这声音好烦哦、喔。天使腿。哦、嗯。胳膊是什么？身体好瘦。龙是龙，哇死了！啊、哦，这游戏不好玩，这游戏不好玩，放电。大概这样吧。狼人，这游戏不好玩。哇，没有大，有，哦，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胳膊？哦，腿是这个哦。那可以盖螳螂了耶。你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螳螂腿？哦，身体嘞？复活？哒哒哒哒。小痛剑，对，玩一下螳螂。什么东西？啊？哦，螳螂好很chill耶。
该盖个帅帅的东西去推了吧。有什么比较好的身体？激光，然后火焰喷射。哇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其实私下就是没开台，就是东玩玩西玩玩。嗯，这在哪里啊？哪里？我这个、喔，败掉了吧？换游戏了，换了。你刚睡醒哦、喔，轰啊！恶魔、天使、元素、龙，哇，好像好像不错哎。龙，不要怕龙。
继续走。增加亡灵的恢复。啦啦啦！这是台风吧？等一下，什么台风？那个是什么？15%的几率从 BOSS 比赛中获得两个哦。欸，那这台车是要手动点的。这台车车，你有什么？没有，没东西。完了，感觉家里要毁了。
回家。知道。哎呀，掉了，等一下，身体，对，哦，元素身体，元素手，嗯，脚胶，一个脚胶，脚，然后，哦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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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那死了，太多妖魔鬼怪了吧？等一下啊！嗯，是什么？罗奇魔。好嘞，这么便宜吗？还有。哦，不错哎。哪里呀？这么便便啊！好啦，应该快死了。上班啦，你继续努力。好，现在要关了啦，六点差不多了。找到了，哦，有点不好用。
掉了，差一点。唉，好啦，其实也差不多了，死掉就关台。啊，这款游戏其实后面突然发现它有目的还是什么，但玩起来会变得失去很多乐趣。还在懵懂的时候玩是最好玩的啦，就觉得说是放塔出去，然后走一走逛一逛，然后死掉了。那现在就是知道。有个主线还是什么在的时候，觉得哇，好像变得不好玩。1000多，我可以买。嗯，然后哦，还有这个1500，好了。这样啦，感谢大家，大家早点睡吧，晚安，晚安。